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感谢主可以再一次参加主日的崇拜。亲爱的姊妹，我们感谢主，各级班来参加主日崇拜。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来，他守城市直到万代，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大家。让我们低头默祷。我们感恩头来默祷。让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那么，才看到今天的经文。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拢是上帝所默示的。以教训度智，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以教训度智，使人归正，假使人拢行义，拢是有益的。让我们现在唱诗第一首。才讲今是头一首。Sure.
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每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虽然我们有病，你医治了我们，你医掉了我们。我们有许多的困难，你帮助我们过来了。我们有真多困难，你帮助我们也走过来了。在许多的危险当中，你保守我们平安。在真多危险中，你保守我们平安。在缺乏当中，你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在欠缺的所在的时阵呢，你帮助我们需要所有的需要。在困难中，我们有喜乐，因为我们知道你把我们试炼了以后，使我们信心坚强。在困难中，我们有喜乐，因为我们知道你试炼我们以后，我们的信心会更加坚强。所以为着这些苦难，我们仍旧要感谢你。所以为着这些苦难，我们原则是要感谢你。感谢你也常常给我们有机会来侍奉你。感谢你常常给我们机会来服侍你。主啊，求你自己恩待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你。求主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用自己奉献给你。让你继续使用我们，我你继续的使用我。主啊，我们纪念到我们的会友们，主啊，我来纪念我的会友，无论是年老体弱的，无论是年老体弱的，家庭有经济困难的，家庭有经济困难的，还有一些纠纷的，还是家庭有纠纷的，还有我们许多的会友失业的，啊，够真多会友是失业的。主啊，我们没有提名，但是求你为他们开路。虽然我无提名，总是求主你为因来开路。我们把今天这个聚会从头到末了交在你手中。我们今天的聚会从头到尾交在你的手中。感谢你，十月份这个家庭业已经快要结束。感谢你，十月份的家庭业已经要结束了。但是今天你让我们可以纪念这个宗教改革伟大的日子。今天你让我们有机会来纪念这个宗教啊改革的伟大日子。主啊，求你让我们想到过去那一些改革家忠于你自己的话。求主你让我们想到以前的改革家是怎样忠于你自己的话。求你提醒我们跟随他们的脚踪。求主你提醒我们，让我们要跟他们的脚力走，让今天的正道能够真正帮助许多人的信心。今天你的正道也要帮助很多人的信心。主啊，求你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求主你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祈祷。阿们。阿们。现在接下去我们要再唱诗第二首。吟诗第二首。
醒，灵魂也清醒，日光之下更光明。现在是起印经文，起印经文。今天的起印经文起自于诗篇十九篇一到九节，由台上来起，弟兄姐妹们来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是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至夜到那夜传出之事，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量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室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之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日期。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一人有智慧。耶和华的信实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我们一起，耶和华的道理接近，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证实，全然公义。愿上帝赐福他的话。我们在唱诗第三首，吟诗第三首。现在是《使徒行经》的诵读，那么诵读《使徒行经》，让我们以历世历代的众圣徒一同来宣告我们的信仰，《使徒行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如同圣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哪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的公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唱诗第四首，那么再讲吟诗第四首。心更强，
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亲爱兄弟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我们可以庆祝504年周的改革日。真欢喜，咱今日也要庆祝504年以前的这个宗教改革日。我们纪念马丁路德在教会领袖面前表示对上帝的忠心和立场。咱要感谢上帝，因为伫500几年前，马丁路德伫宗教的教授这个领袖面前来表示对上帝热情。他的立场的中心是什么呢？伊立场的中心是什么呢？是唯独圣经。就是唯独圣经。唯独圣经是教会的权威。唯独圣经是教会权威。教会的权威，不能跟教会传统或人的传统一起共享。教会权威未足以跟教会传统跟人的传统做一个共享的。只有上帝的话语就是教会的权威。只有上帝话语才是教会权威。那么这个唯独圣经的特征是什么呢？唯独圣经的特征是什么呢？是圣经的充足性。就是圣经充足性。圣经上最完整的教导关于充足性，这个圣经的充足性是在诗篇19篇。在圣经里面，教是教圣经最完整的充足性，就是第诗篇19篇。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来，要看今天的经文。诗篇19篇第7到9节。诗篇19篇第7节到第9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耶和华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会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会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策正直，耶和华的训示正直，能快活人心，要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耶和华的命令是清洁的，能明亮人的眼目，要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耶和华道理洁净，存到永远，存到永远。神的典章正实，耶和华的典章正实，全然公义，全然公义。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才敢阿头祈祷。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世世代代已经保守坚固你的教会。你世世代代你保守坚固你的教会。虽然撒旦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攻击你的教会。虽然撒旦用真多方法来攻击你的教会。我们知道你我们作战，我们就不惧怕。我们知道你跟我们做这个，我们就不能怕。我们知道我们一定必然胜利。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赢的。必然是得胜有余。必然是得胜够有存的。我们感谢你常常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你常常来听我们祈祷。在过去的日子，你怎样恩待你的教会？在过去的日子，你怎样恩待你的教会？兴起了很多的教会领袖来带领你的教会，来兴起真多教会领袖来带领你的教会，来高举你的话语，来高举你的话语。今日你要恩待你的教会，今天你要恩待你的教会，你要兴起一批你的领袖来带领你的教会，你也要兴起一批领袖来带领你的教会，让你的道在你的教会中居首位，让你的道在你的教会中有居首位。我们今天早上的正道求你带领，今天早上一些正道求主你带领，捆绑撒旦一些败坏的作为，捆绑撒旦所有败坏作为，不要让他把你的话语从我们心中拖走。你的话语不能让他将你的话语对我们心中来提起，求主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扎根成长结果子，求主你为我替我心中来扎根成长，也叫结果子。使我们不像小孩子中了异教的诡计，我们不要像小孩子中了这个异教的诡计和一些的欺骗的法毒，他们所有这个欺骗的代志，飘来飘去就跟着他们的异端，就变来是跳跳去跟着他们的异端。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中站立得住，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站立不住。帮助我们两位卑微的侍女，求主你帮助两位卑微的侍女，赐给他们上头来的聪明智慧，赐给他们按顶头来聪明智慧，使我们可以清楚的传讲你的话语，我们要清楚传讲你的话语。也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分散在各处的，帮助我们每一位兄弟姐妹无论是什么所在，有的是在患病的，
有的是在边中的，有的在软弱困扰中，有的在软弱困难中的，有的在无奈中，有的在无奈中的。求主用你的话语来触摸他们，医治他们。求主用你的话语来触摸伊，来医治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全然交给你的圣手中，将以下时间全然交托你的圣手中。求你亲自带领，求主亲自带领，求主你的圣灵运行，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求主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完全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圣名。完全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圣名。阿门。阿门。弟兄姐妹们，在诗篇第十九篇，我们看到圣经的充足性。阿兄弟姊妹，在诗篇十九篇中，同我们关于圣经的充足性。这个，这一篇可以分成两篇两段。这一篇也要分成两段。前半段是讲到上帝的荣耀，在造物上的荣耀。头一方面是讲到上帝的这个道路中的荣耀，这个是普遍的启示，这个是普遍的启示。后半段是讲到神在他的话语中的荣耀，后面一段是讲到上帝的话语中的荣耀，这个是特殊的启示，这个是这个特殊的启示。那么在前半段，在宏观的世界和缩影的世界，我们看到神彰显他的荣耀。在前半段，在这个宏观世界的缩影世界中，让人关于上帝的荣耀。我们在二十一世纪，在这个二十一世纪，科技发达的 5G、6G， 在这个科技发达中有 5G、6G， 我们都不能真正了解所有的星星、行星还有天体。我们都无法能全部了解这个天、星啊、行星跟天体。我们也没有办法去了解看得到和看不到的生物。我们没法了解到看得到还是看不到的生物，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身体，因为太多了，太大了，太奇妙了，因为太多太多太奇妙了。罗马书一章告诉我们，罗马书他经常跟我们说，从这些造物我们看到上帝的存在，在直接的造物中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存在，不但是上帝的存在，也是上帝伟大的永恒的能力，为了我们上帝存在，还看上帝伟大影响能力，还有他的神性，那么也神性。但是人类的反应是什么呢？当时人类的反应是什么呢？人类不感谢他，也不荣耀他。人类不感谢，也个不荣耀伊。结果他们的思想变成希望，个因为思想就变成虚幻了。他们的心变成昏暗了，因为心嘛变成昏暗了。所以人就需要上帝的特殊启示，所以人就需要上帝特殊的启示，就是他自己的话语，就是改革为物。我们在诗篇第十九篇看到上帝的特殊性，他的话语。在诗篇十九篇中，同样看见上帝真特殊的话语。这个特殊性就是他的充足性。这个特殊性就是他的充足性。The sufficiency of the word of God， 就是上帝的充足性。Yeah.这个充足性是跟上帝的本质 很有密切的关系。充足性是跟上帝本质是真密切的关系。第一，我们要看四种本质。我们要看四种的本质。第一个是不变的本质。它就是未变的本质。因为上帝是永远不改变的。因为上帝是永远不改变的。在它里面没有婴儿的改变。第一里面一点婴儿的改变都没有。所以它的话也永远不改变，所以话语是永远不改变的。第二，第二，真实性，就是真实性，因为上帝是正直，是正直的，因为上帝是真实的，是真实的，他不可能说谎，他不可能是讲白话，所以他的话语每一个都是很真实的，所以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第三，第三，上帝是智慧的源头，上帝是智慧的源头，所以他的思想周到，所以思想是周到的。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是无所不知的，所以他所做的一切不能做错，所以他所做的所有一切是一定不做不对的，他所说的话不能说错，所以他所说的话也不会说不对的。第四，第四，上帝的全能，是上帝的全能，因为上帝是全能的，因为上帝是全能的，他能保证他所要漠视的一切话，那个作者可以吸收的，没有误解。
伊也保证说，伊所讲的每一句话咧，记者这个伊的作者拢是会晓接受，是无误解。因为这个四个本质，我们可以推导两个东西。因为这个本质，突然你要切断两种物件。第一个是圣经的无误性，它这样就圣经的无误性。上帝所要表达的一些信息，上帝所要表达所有信息，特别是关于救恩论，还有金钱生活的。特别就是关于救恩论，参这个金钱的生活，完全没有错误，是完全无唔对的，一切都是很清楚的表达出来，一切所有都是清楚的表达出来。第二就是圣经无误的正确性，第二就是圣经无误的正确性，就是说上帝的话不可能有错误，就是讲上帝话无可能有错误的，因为跟他的本质连在一起，因为伊甲伊本质是连在一起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讲到这些充足性呢？按照我们要讲到这个充足性呢？因为到现在为止，争论关于圣经的权威还是很激烈的。因为到这阵为止咧，争论到这个圣经的权威也阁是非常激烈的。世界上可以分成三种人，世界也要分作三种人。第一个是不相信圣经的作者是上帝。头一种就是无相信圣经的作者就是上帝。第二，他们相信圣经的作者是上帝，但是不相信圣经是无误的。第二，因相信圣经的作者是上帝，总是唔相信圣经是无唔对的。第三种人是相信圣经是上帝为作者，也相信圣经是无误的。第三种人就因相信圣经上帝所讲的话，相信圣经是无唔对的。Okay, 第一种人是不相信圣经的作者是上帝。头一种人是唔相信圣经作者就是上帝。有许多人，包括新派的基督徒，不相信圣经的作者是上帝。有真侪人，包括伫这个新派到信徒也唔相信圣经作者就是上帝。他们认为圣经的作者就是人，因为圣经作者就是人。如果圣经是作者是古代的人，那是圣经作者是古代人。我们在21世纪跟他们的观点有什么相关呢？那这阵21世纪跟他们的观点有什么相关呢？如果是有相关，他们的观点是不是对的？那是有相关的话，因的观点是不是对啊？如果有一些差错的话，那是有什么差错的话，那圣经就不可靠了。那圣经就不可靠了，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部分是真的，哪一部分是不是真理。因为呢，唔知啊，第一部分是真理，另外第一部分是唔是真理。难怪在美国，在21世纪有一些教会叫做新兴教会。外国的美国的21世纪中有一个教会名，就是叫做新兴的教会。他们认为真理就是相对性的，因为真理是相对性的，他们就不容许一个人说这个是神的真理，因就不容许有人说这个就是上帝的真理，因为这样说就是把相对性的绝对性，因为这样说就是将相对性变成绝对性了，把主观的当作客观的，把主观的当作客观的。第二种人，第二种人，他们相信上帝是作者，圣经的作者。因第二种人相信这个上帝是圣经的作者，但是不相信圣经是无误的，总是唔相信圣经是无误的。因为他们发现，在圣经里面有一些矛盾。因为发觉在圣经里面有矛盾。比如说在撒母耳记下24章第1节，那就第撒母耳记下24章头一节，那边写着是上帝激动大卫王去数点以色列人，那个所在说下是讲上帝激动大卫王去数生肖这个以色列人。但是在历代之上21章第1节，总是在历代之上就21章头一节，那边写着撒旦去激动大卫王，那个所在说下是讲撒旦去激动大卫王。所以是到底是上帝来激动大卫王，还是撒旦来激动？到底是不是上帝来激动大卫，或者是讲撒旦呢？从整本圣经的教导，我们知道是上帝来激动，而且撒旦也一起激动。用规本圣经来解释，咱突然看见这个是无得，就是上帝激动，还是世上的，还是有撒旦的激动？上帝容许撒旦来激动大卫王，上帝容许撒旦来激动大卫王。是借助这个数点的事件，大卫的高傲的态度被暴露出来。
就这个生肖的这个态度咯，和这个大卫的这个心态的教我就表现出来了。所以有第一个原因，也有第二个原因。所以有头一个原因，有第二个原因。完全没有矛盾。是完全是无矛盾的。同时，我们也可以问：当时呢，做梦的是谁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将是属于最终主耶稣钉的是被给钉啊？是出卖耶稣的犹大吗？是出卖耶稣犹大吗？是那些犹太的领袖们呢？还是我犹太领袖呢？还是上帝？还真是上帝啊！从彼得的在无旬节的正道，我们知道，你就彼得无旬节的正道中能怎样？是上帝的旨意，让主耶稣把他交给坏人。是主上帝旨意，将主耶稣交托派人。是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和主耶稣被钉的是被给钉。但是主耶稣的死和他的复活，就成就了上帝的救恩的计划。但是上帝，但是主要说的死参与的计划就成就了上帝救恩的计划了。所以有第一个原因，有第二个原因，完全没有矛盾。所以有头一个原因，有第二个原因，就完全没有矛盾的。有一次，有一个青年人，他是主修哲学的。我这边有一个后生的，他是主修这哲学的。他来到他的教授面前。他来到一个教授面前。他说很难相信圣经是上帝所做的。他说真艰难的相信这个圣经就是上帝所做的。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矛盾。因为圣经中有很多矛盾。那么这个教授就说，你把这些证据拿出来。啊，这个教授说，你将你这个证据拿出来了。本来他要拿出50，我呢要提50点，然后就减少到30，后来就减做变做30点了。就这个教授就一一的把它分析起来。那这个教授就一项一项跟分析起来，然后用哲学的逻辑学，用这个哲学的逻辑学，有一个叫做。The law of contradiction 就是矛盾律，就是矛盾律。那证明出来，圣经完全没有无误的，没有矛盾。那证明出来是圣经是完全无矛盾的。第三种人，是相信圣经是的作者是上帝，也是相信圣经是无误的。第三种人是相信圣经作者是上帝，啊，相信圣经是无误的。他们也从历史上的证明，证明出来圣经的可靠性。因对历史上方面来证明出来圣经的可靠性。有两件事让他们更加有信心。有两样代志让伊更加有信心。第一个是考古的证据。头一项就考古的证据。第二个是被应允的应许。啊，第二项就是被应受了应允的应许。第一个是考古的发现。头一项就是考古的发现。今年在七月份，世界的考古发现了，在以色列有1000个陶瓷，陶器被发现。在今年七月份呢，这考古学家就发觉了，在以色列有1000个这个古时的这个陶器。这些陶器是从3200年前的四世纪，就是参孙的那个世纪。这多古就是在3200年前的时期里面，就是在参孙那个时代里面。其中有一个陶器，那边有4个字希伯来文。其中做陶器点解？其中就有4个字，就是希伯来文。可以读成Jerubbabel。我叫 Jerubbabel。在英文就是耶路巴利。就是耶路巴利。那在圣经中，什么人被称为耶路巴利呢？在圣经中，什么人受称作耶路巴利呢？是祭奠。就是祭奠。为什么人称他是为这个耶路巴利呢？按照人叫做耶路巴利呢？因为他听了上帝的吩咐，把巴利的祭坛把它拆毁。因为听了上帝话，将巴利的祭坛全部给拆散去。所以耶路就是争论。耶路意思就是争论。巴奥就是巴利。巴奥就是巴利。愿巴利的神跟他争论。愿巴利的神跟他争论。那原来很多人认为这个祭奠的故事只有故事而已，神话故事。因为真多人认为讲这祭奠的故事只不过是神话故事呢。但是历史的证明就证明了圣经的可靠性。总是历史证明就证明了圣经可靠性。这个故事不是单单故事，是事实。这个不是单单故事，是事实。第二就是，挪亚方舟。第二就是关于挪亚方舟，这个是5000年前所发生的事。这个是5000年前所发生的事。世界上有很多文明就记载这个大洪大水灾。在世界有真多记载到这个大水灾。但是在1987年，就是1987年，世界的考古的专家就发现了这个挪亚方舟的存在。
就世界在1987年这个考古学家咧就发觉到罗亚方舟的存在。它的测量跟圣经所记载的一模一样。伊个个测量参这个圣经记载是相像的。他们是用埃及王室的测量的制度。伊是用只埃及王室的测量制度。因为当时摩西的时代还没有希伯来人的制度。因为当时的这个摩西时代咧是无只希伯来人的这个制度。所以世界证明这个历史来证明圣经的可靠性。所以这历史又一次证明了圣经的可靠性。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为什么上帝要告诉摩西要很详细的把他的测量跟 材料把它记下来。所以我们突然看见说当时按照上帝要叫摩西很清楚的将这个材料从这个尺寸这个记下来呢，使世界的人一切的人无话可说，和世上的人无话能讲。上帝的圣经是上帝的话自己，圣经就是上帝自己的话。考古学以后现在是被应验的应许。考古学过来就是上帝被应允的应许，就是讲上帝受讲应允的应许。在圣经里面有多少的应许呢？在圣经里面有多少的应许呢？有8810，有8810个。有多少已经应允了？有多少已经应验了？7487，有7487，所以还剩下1223，还有1223。中国人说。一口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中国人一句话讲，一言既出就驷马难追。那上帝说话是算数，上帝讲话是生效的。他所说的话，是可以咬定的。他所讲的话是一定要咬定的。所以他所应许的，一定一个一个被应允起来。所以他所应许一定一项一项受过应验出来。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章20节这么说。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章23这样来讲。神所应许不论多少，上帝所应许的不论多少，在基督里是是的，是证实的。在基督里是是的，对的，是证实的。在英文就是 Yes and Amen， 就是是参信心所愿的。现在我们来到诗篇19篇第下半段。这次我们来到诗篇19章里面的下半段。诗篇7节告诉我们一个丰盛重生的生命。第7节跟我们讲到这个丰盛重生的生命。上帝赐给我们是全备的话语。上帝所赐给我们是全备的话语。是能苏醒人心。是要苏醒人的心的。是能 把我们带出丰盛的生命，是后来为人多出这个丰盛的生命。在彼得前书1章23节说，在彼得前书头前23节这样说，你们蒙重生，你蒙重生是借着不能朽坏的话语，是就是上没有这个随便这个不会坏的，那就是上帝的话语，就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蛮有能力，上帝的话语是有能力的，他能能使一个人出死入生，又好一个人出世入生，也可以让一个人度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好一个人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有尊严的生活能够反照上帝的荣耀，要过一个有尊严的生活要将上帝荣耀反照出来。第八节我们看到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智慧的生命，上帝要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有智慧的生命，能快活人心，能使眼目明亮，会要快活人的心，会要让眼目明亮。在诗篇51章第6节怎么说？诗篇51章第6节安尼讲：上帝喜爱正直的人，上帝喜爱真实的人。在密在隐秘之处，就赐给他们智慧。在隐秘的所在，将智慧赐给人。所以，一个人正直，有正直的心，有诚实的心，才会有智慧。所以，这个人有真实的心。才有这个智慧，他的心会很快乐，他的眼睛会很明亮。因为心内快乐，伊眼目睭也明亮。因为他不会走冤枉路，因为伊就袂行冤枉路。第三，上帝给我们的生命，第三，上帝托咱的生命是长存的生命，是长存的生命。这个是在9节里面，这个第9节里面所讲的。上帝的话语是清洁的，是真实的。上帝话语是清洁的，是真实的，是存到永远的，是存到永远的。上帝的话如活水，
上帝为咱就活水呢，是流到永远，是流到永远的，是一生一生喂养我们的生命，是一生一世来喂养咱的生命的。在世界上，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在永生，我们也得到丰盛的生命。在世界，我们得到丰盛生命；在永生里面，我们更加得到永生的丰盛生命。世界所有的一切一定要过去。世界所有物件拢会将做过去。只有上帝的话是永远长存。只有上帝话是永远长存的。那么，我们先看这个第三种人。来看第三种人，他们相信圣经的作者是上帝。他相信上帝作者是上帝，圣经作者是上帝，也相信圣经是无误的，相信圣经是无误的，但是他们的生命没有改变，就是他生命没改变。原因在哪里呢？原因是什么所在呢？因为只有 脑海动心不动，只有来头脑的叮当心没叮当，外面只有这个客观的真理，但是没有变成主观的真理，在外面的客观真理不可能变成我们内面的主观真理。那么怎样才会把客观的真理变成主观的真理呢？要怎样将这外口的客观真理讲出咱内面的主观真理呢？两个因素。有两个因素。第一个是信心，第二个就是顺服。头一项是信心，第二项是顺服。今天我们要从吴勇长老在台湾的一位传道他的见证，领受他的智慧。那么今天对这吴勇长老，台湾吴勇长老的见证，来领受来听到的智慧。在1951年，第一九五一年，他患了一个直肠的毒瘤。一滴这个直肠的毒瘤，快要进到这个手术房的时候，要入个手术室的时阵，他心里很慌，很惧怕，又很痛苦。伊心中艰苦，心阁真惊吓。为什么惧怕呢？因为还31岁就要走人生还没有走的路。因为31岁就要走完这条人生未走了的道路。为什么很痛苦呢？安怎真痛苦呢？因为我太太还是29岁，因为他太太就29岁呢，孩子还是很小，最大还不到5岁，最大的囡仔只有5岁呢。如果他去世，就要留下他们孤儿寡妇。那是一离开世界，就变成老的这孤儿寡妇了。如果他就跟我太太说，请你读一篇经文，他就对他太太说，请你给我读一篇经文，使我不害怕，不痛苦，让我心中无惊吓，也无艰苦。那吴太太问他要读什么呢？吴太太问我们读什么呢？他说昨天读了约翰福音10章，今天要读约翰福音11章。伊讲昨日我是读了约翰福音10章，即阵要读，今仔日就要读约翰福音11章。那么约翰福音十一章是讲到伯大尼的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这个约翰福音就是讲到伯大尼的这个马大、玛利亚参拉撒路。那么拉撒路正在生病，在拉撒路里头发病。所以姐姐就派人去主耶稣那边，让他来为他弟弟祷告。这个阿姊就派人去请主耶稣来为这个小弟来祈祷。就到了第4节的时候，到第4节的时阵，主耶稣听见了就安尼讲，治病不止一时，这个病不止一时，是要为上帝的荣耀，是要为了上帝荣耀，因此为神的儿子得到荣耀。因此要讨上帝敬的荣耀。听到了这个，吴长老就说：“够了。”听到这所在，这个吴长老够了。因为知道这个是为他说话的。因为知道这个话是对来讲的。他就安然的去手术房。他就真安心的到手术室了。动了手术后，手术动了以后，一天过了，医生还没有告诉他手术的情况怎样。隔一年以后呢，医生没跟他讲这个动了手术的情况怎样。第二天。第二日也没有告诉他手术的情况怎样，不该讲手术的情况怎样。过了第三天也没有告诉他怎样，到第三天也不该讲。那教会的知识就去找医生，教会就是自己找医生了。手术的结果你一定要给他嘛，手术什么结果你一定要给他嘛，你从他身体拿什么就要给他知道，你对于身体里面提出什么东西你一定要给他知道。医生就是对他说，医生就对他说，如果我告诉他，他不但有身体的痛苦，也有精神上的痛苦。医生说，我如果跟他说呢，不单单他身体有痛苦，连心灵也有痛苦。那所以我不要告诉他。所以我才不跟他说。这样子会加快他的加快他的恶化。这样变成加重他的恶化。但是知识们有智慧的话，就是接受金融地位。他说，医生，你要告诉他，因为他是基督徒，
伊甲伊讲，医生你一定甲伊讲，因为伊是基督徒。第一，你要告诉这个道理。头一行你甲伊讲这个道理。他要死，要死就要干干净净之死。阿咩死的清清气气的死，清清楚楚的死，清清楚楚的去死，不要糊里糊涂，唔能糊里糊涂，让他准备自己，好要自己准备自己。第二，告诉他医生是无能为力，该讲医生是无能为力咯，所以要让他准备自己，所以他准备自己，完全仰望上帝，完全仰望上帝。那医生被说服了，就去这个去找一去这个吴长老的。床边，医生听了以后，那就去到这吴长老的边头。医生对吴勇长老说：“医生就对吴勇长老安尼讲，吴先生，我很对不起你。吴先生真对不住哦。医学是以你无能为力，医生对医学对你已经无能为力了。”吴先生就说：“我是不是患了毒瘤？”啊，这个吴勇就问伊讲：“我是不是得毒瘤啊？”这个医生。低下头就走了，这个医生的头按了就出去了。这个吴勇长老他就心里很慌，这个吴勇长老心中又真惊了。他记得几天前他跟一个欧阳弟兄一起吃饭，他就记得在几日前跟这个欧阳兄弟吃吃饭。这个欧阳弟兄是一位台湾的空中英雄，这个欧阳兄弟是一位台湾的空中英雄。有一次他第一次被派出任务，头一摆伊就派出任务。当他把飞机腾空间时，等伊这个飞机起飞的时阵，他看到对面有一队的米格车，伊就对看见对面有一队的这个米格机。哇，他东西南北都不知道。那个时阵，伊含东西南北伊都不了认，心里充满的惧怕，心中充满就是惊吓。好在他是一个基督徒，好在伊是在基督徒。他就祷告说，他就记得说，主啊，求你安定我的心，求主你安定我的心。他就在那边安定了心，那个时候你心就安定了。那么吴长老就想起这回事，好像自己的情况跟这个欧阳弟兄一样。这个长老就想到这项事情，就跟你一家的情况跟这个欧阳兄弟相像的。他完全不知道东西南北，什么都不知道，他全部不知道正面的情况是怎样的。但是他也是说，主啊，求你安定我的心。所以也是说，主啊，求主你安定我的心。突然间他就记得约翰福音十一章第四节，突然间你就记得约翰福音十一章第四节里面，治病不治于时，这病不治于时，是要借着他因此让神得到荣耀，是要借着这事情让上帝得到荣耀，所以他就安定下来了，所以就安心下来了。但是到了第六天，到第六日，他有发现自己的肚子很胀，一个发觉个肚子真大。神不是说他不这个病不治于时呢？上帝也不是讲伊这个病不治于时吗？现在肚子胀不是要死了吗？即阵腹肚变很大，唔是要死咯啊？哇！他又害怕又来了，痛苦又来了，伊又个真惊咯。那神怎样帮助他呢？上帝怎样帮助你呢？他给上帝给他一项。上帝就托在异象，就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就是等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那他们他看到这个祭司踏进水，水就分开来。也就看见这个祭司就入到水，这个水就分开了。上帝告诉他什么呢？上帝要跟他讲什么呢？如果那些祭司看下面看约旦河，他们一定淹死的。但是这时就是看下卡看约旦河，一定都淹死的。但是他们的心看上面，看上帝的话，总是因是定睛看上帝话。所以上帝也要他不要看自己的肚子。所以上帝叫伊唔能看伊家己的腹肚，要看上帝的话，得看上帝话。当时他上帝就他的心就安定了，当时的心就安定了嘞。他知道上帝会医治他，伊知影上帝一定会医治。最后真的他的病的痊愈啊，最后真实的伊的病就得好了。这个毒瘤完全消失了，这个毒瘤完全消失了，完全的医生医院的全部的医生都很惊讶啊，就是医院里面医生啊，这个都真惊奇。把荣耀归于上帝，将荣耀归到上帝。我们怎样知道这个吴勇长老是很有信心，很有顺服的心？那么怎样知道吴勇长老是有信心，有顺服的心呢？
第一，因为他对圣经的态度是每一天读圣经。他这样，他是对读圣经的态度就是当天去读的。他持守读圣经。他是持守的圣经。第二，他是连读圣经。第二，他是连读圣经。昨天读约翰福音十章，今天是读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啊，头昨日是约翰福音十章，今天就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三，他是专心的读圣经。第三，他是专心的读圣经。啊，为什么他知道读到约翰福音十一章第四节是对他说话呢？啊，就也怎样讲，读到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四节是对讲话呢？因为他是专心的，读圣经的。伊是因这个专心读圣经，所以有一个敏锐的心。所以有这个敏锐的心。我们的生命如何呢？那你生命什么款呢？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信心，没有顺服，我们不能进入到神所预备的丰盛的生命。但是我们的心是没信心又没顺服，那就没法能入到上帝所预备要托我们丰盛的生命。我们要不要进到这个丰盛的生命呢？我们是不是要进到这个丰盛的生命呢？我们低头祷告。阿头祈祷。主啊，感谢你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主啊，感谢你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求主在这个早上帮助我们。求主在早起时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每天可以读圣经。让我们每天有读圣经。连读的读圣经。是连读的读圣经。持守的读圣经。是持守的读圣经。专心的读圣经。专心的读圣经。使我们可以进入到丰盛的生命。让我们入到这个丰盛的生命里面。我们如此的祷告。我们这样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圣的圣名。是奉靠主耶稣的圣的圣名。阿们。阿们。有一些事情需要报告。啊，那有一个回信要报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的聚会不是单单今天，但是我们每一个礼拜天都有十点早上的华语翻译闽南话的聚会。兄弟姐妹，我们礼拜日的聚会，大家礼拜的十点拢是有用华语翻译闽南语的聚会。盼望弟兄姐妹们可以邀请其他的会友，还有还没有信主的都可以来听。那我们每兄弟姐妹也要去邀请会友，或者是还没信主的亲戚朋友来听。此外，我们每个拜三下午三点，下午五点，我们有双语的祷告会，就是中文翻译英文。那每一个礼拜三下午五点，也搁有一个双语的双语祈祷会，就是中文翻译英文的。若是你们有什么负担，有什么需要我们代祷的，请不客气的把这个代祷的事项给我们。你若有啥物负担，或者是要带多的，请你唔连客气，将带多的事项呢，提交托运。我们会友们的奉献，咱会友的奉献，可以直接放在信封里面，交到教会的办事处。会做直接喺啲会卡内面交到教会的办事处。办事处是每拜一到拜五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咱办事处开门时间就是按早起是八点到下午五点，是拜一到拜五都是。你们也可以通过银行来转账来奉献。那也最通过银行转销的奉献。我们报告到这里为止。报告到这。现在我们再唱诗第五首。吟诗第五首。我自我用情，是我
请大家起立领受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我们，保护我们，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我们，施恩给我们，愿耶和华向我们扬脸，赐我们平安。阿们。